外下探大病初愈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回来了，依旧顶着热情现身力挺林长佐。大家知影，我前一阵身体欠安，啊，另外一边，你这段时间加足侪关心，祝福，我会当关心好起来。啊，今仔日掏出怪出来徛台，就来甲林长佐加油。啊你，啊你有生意无？之前因为太过劳累，以至于颜面神经失调。如今苏贞昌强势回归，再度冲冲冲，来到北市第五选区中正万华，火力助攻五党籍林长佐。国会有表现，地方有前处，林长佐就是安尼，所以爱有继续做嘞，好阿伯。二十几年来掏出来，所以吼、哦，政府拼经济，有春钱，甲你减税，互你福利。各位当怕民有春节就是节目不做有政府会做事对不对啊做到那一条国会爱有贵话你就爱当做台企划吗好吗端出小英总统三年政绩，要民众有感，有政府会做事，从来不是口号。苏贞昌现身站台催票，力挺林长佐要守住国会一席。三选转龙马日文 S 小组台北报道。